大家好，我是宗教科的刘志涛老师。今天呢很高兴可以为大家分享这本书，是叫做《旧约圣经人物图鉴》，它的作者是山罗哲雄。虽然作者是一个日本人，但我们这个是一个译本，是由台湾东版出版社出版，译者是钟家慧。这本书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介绍一些的旧约圣经的人物的，总共呢会介绍呢大概276位的旧约圣经人物。咁圣经有分旧约和新约，咁新约呢最主要讲耶稣的故事，但旧约呢其实都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和很多呢上帝的话语。咁但呢我哋好多时呢，如果就咁睇文本呢，旧约通常会比较深啦，咁同埋因为牵涉嘅人都好多，再加上系一啲嘅可能系比较以色列嘅民族嘅古仔啦，所以好多时呢都未必咁容易去理解或者咁容易去见到嘅。咁所以呢一本书呢有一个好处，就系呢一位作者系将呢一啲嘅旧约圣经人物作为图画咁画出嚟俾大家睇啦，咁用一个比较深入浅出同埋係專業嘅角度咧，去希望俾大家咧認識多啲上帝喺古時候咧同人類之間嘅一啲嘅互動，同埋我哋咧對上帝嘅了解。我希望咧同學將呢本書作為一本入門書啦，去了解多啲喺耶穌之前咧，其實上帝同人類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同埋一啲古仔，同埋一啲嘅教導，係對呢一個嘅基督教咧係一個更深入嘅認識。多謝各位。